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碳捕捉与储存技术》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碳的忍者训练，悄无声息的捕捉术；二、CO2 的藏宝图，寻找地下金库；三、烟囱的碳变魔术，二氧化碳的消失游戏。内膜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碳的忍者训练，悄无声息的捕捉术。各位学徒们。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非常特别的忍者，不是穿着黑衣的人类，而是一种元素，它的名字叫做碳。这位碳忍者，他的任务是在我们的环境中悄无声息的捕捉那些可能导致地球变暖的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 CO2。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碳忍者有着一系列的高超技巧来完成他的使命。首先，我们要了解碳忍者的基本装备，他们的装备并不是刀剑或者飞镖，而是一些看似平凡的工具，树木、海藻、土壤。 甚至是高科技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 （CCS），这些工具就像是忍者的武器库，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用途。树木是碳忍者的基本装备，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将 CO2 转化为氧气和有机物，就像是忍者在敌人不知不觉中悄悄地移除了威胁。海藻则是水下的碳忍者，他们在海洋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捕捉大量的 CO2。土壤是一个更加隐秘的盟友，它能够将有机碳储存起来。 有时候可以储存数千年之久，这就像是忍者将敌人囚禁在一个秘密的地牢中，让他们永远无法逃脱。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碳忍者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大气中的 CO2 浓度不断上升。于是，科学家们开始研发新的技术，就像是为忍者们打造新的武器。这些高科技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能够从工厂的烟囱中直接捕捉 CO2，并将其储存到地下的岩层中，就像是忍者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监狱。但是 探人者的训练并不仅仅是关于捕捉技巧，他们还必须学会潜行和隐身，这样才能在不被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任务。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保护森林、湿地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让探人者能够在这些地方安全地进行他们的工作。最后，我们要记住，虽然探人者非常强大，但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支持环境保护项目，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以确保探人者能够成功的保护我们的地球。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棵树或者一片海藻时，不妨向他们致敬，因为他们可能是正在执行秘密任务的探人者。而我们作为他们的盟友，应当尽我们所能支持他们的工作，共同保护我们的星球。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C O 二的藏宝图，寻找地下金库。各位尊敬的听众，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刺激的话题，C O 二的藏宝图，寻找地下金库。 这可不是传说中的海盗故事，而是一场现代科技与环境保护的冒险旅程。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故事的主角——二氧化碳 c o 2这位不太受欢迎的家伙，因为它的温室效应，被指责为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就像那些在电影里被误解的反派角色 c o 2其实也有它的另一面。如果我们能找到方法将它安全的存放起来，它就可能从反派变成英雄。现在。 科学家们就像是现代版的宝藏猎人，他们正在寻找一张隐藏的藏宝图。这张图能指引我们找到可以将 CO2 安全的埋藏的地下金库。这些金库不是金银珠宝的储藏所，而是地质结构，比如废弃的油气田、深层盐水层或者煤层。这些地方有潜力成为 CO2 的长期储存地。这场寻宝游戏并不简单。首先，我们得捕捉这些逃跑的 CO2，这就像是要抓住一群无形的忍者。 他们悄无声息地从工厂的烟囱和汽车的尾气管中逃逸。一旦捕捉到了，我们就得把它们压缩成液态，然后运送到选定的地下金库。这个过程有点像是给 CO2 打包，准备长途搬家。但是找到合适的地下金库也是一门大学问。我们需要地质学家、工程师、气候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合作。他们得确保这些金库不仅能够容纳大量的 CO2，而且要安全无漏，确保这些气体不会逃回地面。 否则那就像是藏宝图指向了一个有洞的口袋。当然，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挑战，比如如何确保 CO2 在地下的行为符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可不希望有一天它突然像地下的可乐瓶一样爆炸，给地面带来意外的惊喜。还有，这项技术的经济性和可行性也是大家头疼的问题。毕竟寻宝游戏的开销可不小，我们的确保这是一场值得的投资。总之，CO2 的藏宝图。 寻找地下金库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故事。如果我们能成功，这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个藏宝的地方，更是为我们的地球找到了一个减压阀，帮助我们减缓气候变化的压力。这场冒险还在继续，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场寻宝游戏的结局将如何展开。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烟囱的探变魔术，二氧化碳的消失游戏。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看似平凡却又充满魔幻色彩的话题——烟囱的探变魔术，二氧化碳的消失游戏。这个游戏的舞台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不断增加的烟囱，而主角则是那些被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子。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不太受欢迎的明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或者说 CO2，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它在自然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植物光合作用的原料之一。 然而，当它的浓度超过自然界的平衡点时，就会成为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消失游戏是如何进行的。在过去，人们可能会认为二氧化碳就像是从烟囱中消失的烟雾，一会儿就会融入空气中，不再可见。但事实上，这些 CO2 分子并没有真正消失，它们只是加入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大家庭，开始了他们的温暖工作，捕捉地球散发的热量。然而， 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开始寻找方法来让这场消失游戏变成现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捕捉与封存技术 （CCS），它的目的是在二氧化碳进入大气之前将其捕捉并储存起来。这就好比是在烟囱上安装了一个魔术师的帽子，让二氧化碳在观众的眼皮底下消失。这个魔术的关键在于一些高科技的魔法道具，比如有的技术会利用化学溶液吸收 CO2，然后再将其从溶液中分离出来。 压缩后储存到地下的岩层中。另外，还有一些技术会利用生物质能源，比如种植大量的植物来吸收 CO2，然后将这些植物转化为生物燃料，同时捕捉产生的二氧化碳。当然，这场消失游戏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储存的二氧化碳如果不小心泄露，可能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威胁。此外，这些技术的成本也不低，需要大量的投资和研究才能实现。总之， 烟囱的探变魔术是一场人类与自然界共同参与的大型魔术表演。虽然我们还在摸索中，但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有望让这场游戏的结局变得更加美好，让二氧化碳真正的消失，从而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对于这些题目，我们可以看到，碳忍者 CO2 的藏宝图和烟囱的探变魔术都是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上的不同方面。碳忍者通过利用植物和海藻等自然界的工具来捕捉和转化 CO2。CO 2, 而 CO2 的藏宝图则是通过将 CO2 储存到地下金库来解决问题，而烟囱的碳变魔术则是通过碳捕捉和封存技术来减少 CO2 的排放。这些方案都是非常有趣和创新的，但也存在一些挑战和风险。例如，碳忍者需要我们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确保它们能够正常运作；而 CO2 的藏宝图需要确保地下金库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至于烟囱的探变魔术，则需要解决 CO2 的捕捉、储存和运输等技术问题。不管怎样，这些方案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支持的。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支持环境保护等方式，来帮助碳忍者和 CO2 的藏宝图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提倡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支持研究和创新来推动烟囱的探变魔术。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认为这些方案如何？你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吗？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